大家好，上一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模板引擎技术，也通过咱们自己编写一个模板引擎，了解了模板引擎技术。那这节课呢，咱们学习一下目前使用最多的一款模板引擎 Smarty。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这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内容不多，但是呢是学习 Smarty 刚开始必须需要掌握的内容。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Smarty 模板引擎，然后以及 Smarty 这个模板引擎的安装，还有初始化，以及安装 Smarty 和使用 Smarty 我们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来，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 Smarty 模板引擎。因为呢，模板引擎第一点呢要注意的是，它不属于 PHP 的内置语法，也不是 PHP 的一个功能扩展，只是用 PHP 开发的一个项目。模板引擎只是使用 PHP 开发的一个项目，不属于 PHP 语法，也不属于 PHP 中的扩展。所以呢，就有很多种模板引擎，比如说咱们早期用的 PHP Libre 以及其他的，还有当然各个公司在自己做项目的时候也自己开发模板引擎，也有大部分公司内部都有自己的模板引擎，也有开源的有很多。那我们为什么是学习 Smarty？ 当然 Smarty 它本身有很多自己的优点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为什么不是 PHP 内置的语法和扩展，因为我们在 PHP 的官方手册中根本搜不到 Smarty。 比如说 Smarty， 你看一下，你根本搜不到任何关于 Smarty 的。如果它属于 PHP 的一部分，那我们在这是可以搜到的。那比如说我搜一个其他的属于 PHP 的，比如说 PDO， 或者是在这块啊，搜索 PDO 都可以搜到。比如说Memory Cache 都可以搜到的，你可以看到，而 Smarty 搜不到，所以它不属于 PHP 内置语法，只是用 PHP 开发的一个项目。如果你不用 Smarty 或者不用一些别人写好的开源的模板，也可以自己定义，就像有一些公司内部都用自己的开发模板一样。那上一节课呢，我向大家已经介绍过了如何写自己的模板引擎，但是呢，除非有必要，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需要自己去写模板引擎。咱们说了，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写了一个模板引擎，那有可能呢，效果呢不如你用开源免费的，对吧？所以呢，不需要自己去写，挑一个最好用的就可以了，最好是开源的。因为开源的呢，里边如果写出有漏洞的东西或者有不好的东西，你都可以给它补上。那为什么公司内部开发自己的模板引擎呢？因为假如说它有自己的产品的话，不能用别人的项目，虽然开源的它也不想用，所以一般都自己去根据自己的项目去写模板，或者某公司呢多个项目用一套模板。那当然这里要记住，不用自己去写模板引擎。那选哪个目前模板，现在模板引擎呢，我知道的就不止十个了，但是呢，我觉得 Smarty 是最好用的，而且呢，它不属于虽然不属于 PHP 语法，但是它属于半官方的产品。咱们可以下载，比如说你如果去下载一个 Smarty 的话，你需要到网址，比如说3w.有现在有 Smarty.net。当然了，它原来的网址也是。属于半官方的 smarty.php.net 是这样网址，你可以下载
和安装 Smart 的一个位置。那它的原理呢，就是模板引擎，咱上节课也介绍过了。那这里边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当然了，这个模板引擎的功能肯定比咱们自己用几套代码写出模板引擎功能要强大的多，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是 PHP 的文件，这是模板的文件，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模板引擎，看这是错了 PHP 的文件，模板文件，然后这是模板引擎，模板引擎，然后原理就是我们去访问 PHP 文件，然后呢 PHP 文件里边去加载了谁啊，加载了假如是模板引擎 Smart， 然后呢会把变量分配给 Smart， 然后它会把这个模板导入将这个模板里边的变量替换，然后生成一个编译后的一个文件 COM， 假如是编译后的一个文件，然后我们在 PHP 里边通过模板引擎把这文件导入，然后直接输出。所以虽然我们会有一个模板转换的过程，但是其实我们使用模板并不会加快程序运行的速度，也不会减慢程序的运行速度，因为它这里边的算法很少，就是一个模板替换而已。但是模板替换已经替换完之后，下次直接导入输出了，所以也不会减慢程序的一个速度，虽然它会有转换的过程。那我们用模板的目的干嘛呀？目的就是将 PHP 程序和模板，也就是美工人员开发的东西和程序员开发的东西完全分开，达到这个目的。PHP 程序写这个，模板写这个。当然了，我也可以在模板引擎里边导入多套模板，就像我们博客换皮肤一样的，可以有多套模板。比如说这块有 Home 一，对吧？有 Home 二，假如说有这个 Home 二，可以有多套模板，就主页一、主页二不同风格的，就跟我们软件一些换皮肤、换界面是一个道理。另外呢 ，Smart 模板引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缓存的机制，所以呢，咱们用 Smart 引擎就不用你再去写像以前写的程序那种页面静态化里边自带的功能。怎么个页面静态化法？就是将我们这个程序，我们正常访问这个是组合后的，这个里边还是 PHP 和 HTML 代码混合。那每次运行呢 ，PHP 代码呢还会去执行，会连接数据库，从数据库里边获取数据组合。而我们这里边呢，假如说从这个编译文件 ，Smart 会把它形成一个缓存文件，就相当于页面静态化。这里边假如说叫 CHH 缓存了，所以下次我们 PHP 直接执行 PHP 的时候，一判断如果有缓存文件，那直接把缓存文件读出。如果没有的话，再执行前面这些步骤。所以这块 Smart 可以直接把它缓存成静态文件，这样的话我们 PHP 里边连接数据库的代码也好，或者 PHP 组合成动态输出内容也好，都不用直接写了，直接它这块就可以加缓存，转成缓存的功能。这就是 Smart 的工作原理，上节课呢咱们也做过实验介绍过 Smart 模板引擎。那我们学模板引擎都学一些哪些部分？那这是 Smart 的一个可以查到的一个完全的中文官方手册，只要是我们把手册里边功能讲全，那么 Smart 的功能我们也就用全了。那我们先看一下 Smart 它有什么优点，也就是首先来说它是半官方的，也是我个人感觉是这么多模板中我用的是最好用的一款模板，我没觉得哪个模板比 Smart 模板还好一些。那对于 PHP 来说呢，咱说了有很多模板供选择，当然了 Smart 也是用 PHP 编写出来的，是目前业界最著名功能最强大一种 PHP 模板。因为 Smart 呢像 PHP 一样，它拥有丰富的函数库，
比如说从统计字数啊到自动缩进啊文字环绕啊以及正则表达式都可以支持使用。如果你觉得 SMART 这些还不够，那么 SMART 呢还有很多强大的扩展能力，可以通过插件的形式咱们对 SMART 功能进行扩充。最主要的 SMART 是一款开源自由的软件，用户可以自己去使用修改，也可以重新分发该软件。那么 SMART 对运营速度来说，比如说从速度方面咱们了解， SMART 模板引擎呢相对于其他的模板引擎而言， SMART 编译的程序呢可以获取更大的一个速度。另外呢它属于编译它可以采用那种编译型，有编译的程序呢在运行时呢要编译成一个非模板的一个 PHP 文件。刚才咱们那个图呢也看到了，那么这个编译后的文件呢采用了 PHP 与 HTML 混合的方式，在下一次访问的时候呢，那么会直接找到这个文件，而不再进行模板重新编译了，也就不执行替换的那个工作了。有了这个，下次就不去替换执行了。另外刚说了 SMART 有缓存的功能，提了一种使用缓存的机制，可以将用户最终看到的这个 RTM 文件缓存成一个静态 RTM 页。当用户开启 SMART 缓存的时候，那么并在设定的时间内，用户在 Web 用户的 Web 请求呢就可以直接转成这个 RTM 文件中存取了，调用这个静态页面。咱说 SMART 有很多插件的功能，你觉得它本身的功能不够用，因为它 SMART 是采用 PHP 面向对象的技术编写的，那不仅可以，它是开源的，不仅可以改 SMART 源代码，还可以呢自定一些插件把功能加进去。另外最主要的 SMART 呢也给那些美工人员就写模板的时候提供了强大的一个表现逻辑，也就是在 SMART 模板中呢能够通过条件判断以及迭代的一些东西来处理数据。其实它实际上就是一种 SMART 模板中，也就在这些模板中，比如后面后面这些其他的模板文件中，其实也把它可以相当看成是一种语言了。所以呢它这些地方呢都比较强大。那另外谁用模板要看好了， PHP 程序用到模板的地方很少。那咱这块你看都谁用？美工人员使用模板，然后 PHP 程序员也使用模板。那 PHP 程序员里边用到这个模板里边就很简单了，首先原来你写过的 PHP 程序和原来一样，别看用模板了，但是跟原来功能是一样的。你还是怎么去连接数据库啊，比如说连接数据库啊，处理结果集啊，图像处理啊，文件处理啊，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只不过有动态数据的时候，在 SMART 引擎在 PHP 中干嘛呢？ PHP 中得创建，就是加载 SMART 引擎，并创建这个引擎对象。然后第三步，也就是 PHP 程序员需要做的，在 PHP 程序里边你得有模板引擎啊，然后需要做的就是向模板引擎中分配变量，当然不光是变量了，很多东西都可以，那就是分配数据。然后在模板引擎里边需要显示哪个模板，所以 PHP 程序员需要做的和原来一样，只不过用到模板引擎你需要二三四这几条，有创建对象啊，向模板的分变量，显示模板。那么对于 PHP 程序员来说，学 SMART 很简单，只要记住固定的几条代码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固定的。而美工人员呢他也是一样的，他去写模板，首先他是写模板，说白了就是写界面，写视图，对吧？用到的 HTML
CSS 加 JavaScript 和原来也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美工人员需要把 PHP 程序分给模板中的一些变量的数据，它需要怎么的？需要在这里边使用模板中的 Smarty 中的表现逻辑，就是里边的语法，表现逻辑怎么的？放变量，然后呢，使用里边的一些循环便利，便利和流程控制来判断数据怎么显示之类的东西。所以在美工人员里边，除了你写用这个写出界面之外，里边因为在模板中也会显示动态的数据啊，但是你就不用 PHP 程序写了，因为分开了，你就得借助模板里边，因为 Smarty 也是一种语言了，用里边的语法去写一些把数据如何摆放啊，如何便利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语法。所以来说，谁在用，怎么用模板，怎么用，谁在用，这位当年都分清楚了。PHP 程序用到模板 Smarty 的时候，都需要用什么？得加载啊，分配啊，显示啊。那美工人员呢，需要用它的语法怎么摆放啊？都比较简单，就像这个里边学的，就像学 HTML 一样，这个呢也没什么难度。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没接触过模板引擎，然后你就觉得很复杂，所以咱要把第一个程序，先写出来，那样的话，你对这个模板引擎就比较熟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你了解了 Smarty 模板引擎，那我们先看一下 Smarty 的安装。首先呢，我们需要到官方去下载这个 Smarty 软件，那我已经下载过来了，当然了，我的版本比较低了，你可以下载更高的，因为我一直用这个版本比较合适我用，我就一直也没去有新版本，我也不是说有新版本马上就去使用，因为这个就够我用了。然后呢，我们把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你看一下，那这个软件呢你就可以删掉了，但是我给你留着。然后在这里边有这么多的文件，其实呢其他的文件都没有用，我只要用这一个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帮助文件和示例，所以我只把这个 library 目录拷出来，那这个呢就可以删掉了，我用到就用到这一个目录，就用到这一个目录。那打开它，这里边呢我其他的也不需要，我只需要这个，就是 Smarty 模板，因为它是面向对象来写的嘛，所以这个就是 Smarty 类，这个就是它插件，我们用到的。当然其他文件呢在这个类里边会接着用，你就不能删了，只是你用不到，但是在本身程序里边自己用到了。所以我们这两个，这是插件目录，我们需要对 Smarty 功能扩展在插件里写东西，然后这个是我们需要用到的类。那原理呢跟咱们前边向大家介绍的Smarty 原理都是一样的，跟前面自己咱们定义模板原理都是一样的，它需要写模板和 PHP 程序，然后呢需要定义，比如说我将模板文件放在哪个目录下，假如说 templates， 我将模板放到这个目录下，就在这个目录下写模板，然后 compiles， 我将编译后的文件放到这个目录下，然后我在这里边写一个 PHP 程序，比如说我叫做 demo.php。 那大家都知道模板里边是归在内幕下写模板是归美工人员写的，这里边是归 PHP 程序员写的，然后他们两个组合之后会形成一个编译后的文件，是这样的。那我在 PHP 程序里边，在这个 PHP 程序里边咱们需要干的事是这么几个，你看啊，连接数据库代码和其他都一样，那我就不写那些了。加载 Smarty 引擎，创建 Smarty 对象，然后分配变量，显示模板。你看，跟咱们自定义的语法没什么区别。咱们先
不看这个，咱都知道 Smarty 是在这个目录下，所以呢我得先 include 包含，包含什么？当前目录下的 libraries 目录下的有个叫做 Smarty 点 class 点 php 的，先把这个类包含出来，然后加载这个类了。那创建对象呢也很简单，它的构造方里边不需要存任何参数，直接 tpl 等于 new smarty， 那 smarty 对象就有了。然后需要把这里边动态数据，比如说有个变量 title 标题，这是一个 title 标题，然后 content， 然后这是body 内容，这两个变量假如是从数据库取出来的，我可以借助 smart 模板里边它有一个这个方法 ASSI 进分配的方法，将谁啊，前面也是自己定一个变量名，然后分配的数据你可以随便写。那我这里边前面已经假如说从数据库取出变量了，这个其实我跟上节课写的例子是一样的，但是我借助是 smart 帮我们来完成 content， 看内容 content， 然后PHP 中还需要就是显示哪个模板，那模板我们现在还没写，但是我可以直接写显示 display 显示这个模板目录下的某个模板，但是模板没定义呢，但我先在这起个名，假如叫做 test.tpl， 模板后缀名叫什么无所谓，只要你有个名称就可以。如果你要认真看了咱们上一节课介绍的，你就知道模板文件是被 PHP 文件包含进来的，所以咱就知道 PHP 中一共需要写的代码也就这么几条，很好记，其他都一样，只不过需要动态数据的时候扔给模板，然后显示模板就完了。而美工人员呢也是一样的，前边怎么用，比如说叫做 test 点TPL， 看我后我这个需要显示的文件名是不是 test.tpl， 是这个模板目录下。那咱说了我创建模板还没指定目录呢，咱一会儿再指定，你先看一下。然后这里边正常写 RTM 代码一样， RTM CSS JavaScript 都可以直接用，没有什么用不了的，和原来都是一模一样的。看一下，然后这块需要一个内容，正常的，这是写模，这个就是模板，记住这就模板。那有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界面或者视图吗？其实它就不就模板吗？对吧？那么除了写原来代码一样，待会儿没加 CSS 和 JavaScript 你怎么加跟过程是一样的，需要使用模 smart 表现，把数据放变量，然后便利数据，咱这里边先放变量，你看一下smart 默认的占位符是这个 dollar 符 title， 两边也可以有空格，这都无所谓。然后 dollar 符 content 没有空格也是可以的，这咱们就不就写完了吗？模板写完了， PHP 程序有了，但是这个编译文件的目录里边现在什么呢？还没有呢。但是这个目录名好像默认不叫这个名，我现在得，因为我目录没指定，所以我必须得叫固定的目录名。这里边咱们我记得好像是 TEMPL ATES 下拉信息这个目录。那按照这个图的结构来说，咱得先访问谁呢？访问 PHP 文件，然后 PHP 文件去加载模板引擎，包含模板，是这样的过程。你不能直接访问模板文件，也就是如果你这么写是错的，这样 http 冒号 localhost 下边的细说 php 下边里边原来 templates 下边的test 点 tpl， 这是错的，你看直接是下载了，假如打开是不能这么访问的，你看这直接打开是源代码啊，是错的，因为模板是需要得在模板引擎加载的，而模板引擎又在 PHP 里边，所以我 demo.php 在这个里边它才创建了模板，包含了模板引擎创建对象分配和显示了，
所以我们应该访问这个 PRP 文件。这回你看到，这是一个标题，这是内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组合之后，就会在编译目录下生成了这个文件。这是 Smart 自动生成的，当然名字你看，它是这里边给我们加了编译的名字，跟咱们前面上几个自定义 COM 下划线那个类似，你看也生成了这样的结构，然后下次直接输出这个文件就可以了。这就是 Smart 模板引擎，跟咱们自己写的用法一样，也就是咱前面自己定义的就写出了这个功能，现在咱用 Smart 完成的也是这个功能，这就完成了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安装的过程。那有的说了， Smart 安装和使用就这么简单吗？对了，就这么简单，很容易使用，但是呢我们也得需要有一些细节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在这个模板里边，你看变量的这个符号定占位符我们能不能改呢？而这个模板的目录我们就叫这个固定的目录吗？看一下我能不能换目录呢？当然如果你现在改目录，比如说我现在随便把这目录改了 VIEW、啊、现在我有这个程序在使用，比如说模板我改成 TPL， 专门放模板的编译目录我叫做 COM， 短一点，你看这可不可以呢？现在我一访问肯定就出错了，他告诉我这个资源根本找不到，因为我的目录结构不一样。所以呢咱们有一部分需要对模板安装，刚才说了只要导入库文件就可以了，然后得需要初始化。所以呢安装比较容易，其实就是一个导入这个模板引擎类，和因为它是用 PHP 写的一个类文件，导入类创建对象就可以使用了。那需要初始化，比如说刚才我说过的需要初始化什么呢？那个模板存放的目录和编译文件存放的目录怎么改呢？我们看一下 Smart 这个源码包这个库文件，这是 Smart 的类，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类，可以看到它这里边前面是属性，然后呢这是构造方法，你看构造方法不需要存任何参数，但是里边有值，所以咱们要写继承 Smart 的话，你需要得调用一下这个 Smart 构造方法。然后我们看这几个属性，因为它是为了跟其他版本兼容，所以都没封装，咱可以直接调用属性去更改。这里边你看 Smart 属性就有一个模板存放的目录，默认就当前目录下这个目录，编译的目录默认就是这个目录，所以咱们可以直接在这块改写它的属性，比如创建完对象之后直接$TPL 里边的，你看模板先写第一个 TMP LATE 下划线 DR 模板目录，这是用下划线 DR 等于，我给它换成是当前目录下的，我叫做刚才改成叫 TPL 了，加不加斜杠都可以。然后模板的编译目录 COMPILEDR 等于当前目录下的 COM， 已经加过双引号了啊，你看后边不加斜杠也是可以的啊。现在我创建完对象之后重新指定了它模板在哪个目录下，编译在哪个目录下，所以现在你看一下我这里边这两个目录，你这个再看一下可不可以呢？程序我们都没动过代码，你看又是可以的了。这就是对 Smart 的初始化，就是改里边的属性。然后这里边咱们需要改的，你看这里边在模板文件里边，这个模板文件里边这个定介符咱们也可以改掉。那说这改的干嘛？因为它会发生一些冲突，比如说咱们在模板页面里边，咱说写 CSS 加 SQL 原来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写模板的时候，比如 body body 体，你看也有大括号，这个大括号里边写上字体的尺寸，整个 body 体比如说12个像素的背景颜色，背景颜色比如说咱们是灰色的，你看这有大括号了，咱们再来运行一下，它告诉我出错了，
但是你看这块出现几千行错误，其实不是这样的错误。他说这样的丢失标签没做，你看这样的代码不行。就算我没写这样的代码，假如说我加了 script 里边，我经常在程序里边也会加 JavaScript， JavaScript 呢也会写函数，比如说受函数，你看也有大括号。那我现在在访问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有错的。为什么会有错？因为咱们会把它导入，然后替换变量，它一看大括号就认为是 Smart 模板本身的定介符。除非你把样式写在独立的.css 文件中，把 JavaScript 写在独立的.js 文件中才可以，不然的话如果就在模板中直接写是不可以的，因为大括号 smart 模板认识它会把它当里边会当成变量去解析，结果没有这样的变量就出错了。所以咱们应该怎么改呢？你看把左右分割符改掉，所以再看 smart 代码，你往下边这个呢，把它默认的大括号左分割符右分割符默认是大括号，给它改成其他的符号就可以了，改成其他符号，你最好别在源代码上改，直接咱们不有创建对象吗，初始化你在这儿改就可以了。 TPL 比如说 left 左 delimiter 左分割符改成什么 TPL 这个 smart 对象里边的 rght 右分割符改成什么？那改成什么合适呢？你看，我改成这样的是最合适的，尖括号、叹号、杠杠、大括号，然后大括号这块，杠杠、尖括号。那我在这使用的时候，我已经改成这符号了，我就可以使用尖括号、叹号、杠杠，改成杠杠、尖括号。定介符你看换成这样的，那换成这么麻烦的有什么好处？如果我模板文件名叫 HTML 的话，别人如果直接访问到这个文件了，如果不支持模板的话，他会把它转成 HTML 注释，会把这里边变量注释掉，页面不会乱，这是这样的一个好处。但是呢这样写起来太麻烦，虽然这样格式比较好，写起来需要多写很多字符，所以我个人总喜欢让它左分割符叫这个，右分割符叫这个，这样我写起来的时候，这块只需要我直接加上这个符号就可以了。然后这块呢，我也加上一个尖括号，尖括号也就可以了。左右分割符都改掉了，你看一下。那现在我再运行一下，程序就不会出错了，而且样式也好使了。你能看到背景是灰色的，对吧？如果这里边写程序也是可以的，就不会跟CSI 中大括号和 JavaScript 中的大括号，因为 JavaScript 像 if 语句什么都会有大括号的，就不会冲突了，不会冲突了。所以我们这里边这几个需要我们初始化的，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初始化，比如说配置文件的位置啊，因为这里边值都可以改，还有什么缓存怎么加呀，那么那些需要初始化的地方咱们再讲到缓存技术的时候和配置文件的时候咱们再分别指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我要写的 PHP 程序的文件很多，那我是不是每一个页文件我都写这么多代码呢？如果你要是像我这种定义的方式，你就需要每文件都写，所以呢咱需要把这个代码粘出去，你看我这里边就不需要别的代码了，我只要在这儿做一个专门做一个初始化的文件，比如说新建初始化文件，假如说我叫做 init.inc.php， 你看我在这个文件把这些代码写上，尖括问号 php， 你看包含这文件，然后创建对象初始化，然后我在其他的 php 文件里边，比如说 demo.php 里文件里边，我只要require 包含这个初始化文件，我不就可以直接用了吗？那假如说这里边还有一个 demo2 的话， demo2.php 的话，我也只需要在这块跟刚才一样 require 包含 init.inc.php， 然后这里边可以直接比如 var下划线 dump
直接就可以使用 $TPL 了，既创建完对象又初始化的了。所以这个 INT 里边既创建对象和初始化都写在这里，这样每个 PHP 程序文件都可以去包含它，就完成安装和初始化的部分了。你看一下，结果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初始化，初始化哪些变量？常见的初始化就是模板目录和编译后的目录，以及模板中的左右分隔符不改掉，使用默认的会有一些问题。那咱们再来看一下，使用 Smarty 需要注意的事项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录问题。假如说我在模板里边 ,text.php, 那文件呢就在这儿。我这里边需要输出一个图片，那好，我找到一个图片，或者去找样式，这里边随便粘任何一个图片都可以，比如说就 bbs 点就是 LAMP 训练的 logo 粘过来，你看一下。那和这个文件在同一个目录下，那你肯定在模板中，因为我现在就 tag.tpl 写模板，你肯定会这么写 ,img src 等于，因为它是同一个目录下嘛，当前目录下 bbs.gf, 比如说我加多个四个，可以吗？应该没问题，你看当前目录下它就在当前目录下啊，感觉没问题，但是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一刷新，图片根本没找到。为什么没找到？还是看这个原理，模板不管你在哪个目录下，模板都是被 PHP 文件包含的，所以模板文件是 PHP 的文件一部分，我访问的是 PHP 文件里边包含的模板文件。所以呢，在模板文件找图片的位置，或者找 CSS 的位置，找样式表的位置，都要以这个 PHP 文件为主。别忘了，我这个模板文件是我在这个 demo 里边包含的，所以呢，找当前目录下，你应该把图片放到哪儿啊？放到这儿来，你看，放到这儿，和它放在一起，因为它这里包含模板，模板被 demo 里边去使用，所以找当前目录是找它的目录，所以找目录都是以它为准。这回我们再看一下，就有了 LAMP 兄弟连。记住这个位置，所以呢，我这里边给你写出来。注意事项第一就是，因为我们访问是 PHP 文件，而模板是在 PHP 中包含的内容，所以在模板中使用像图片、像 CSS 文件，还有 GS 后缀名是点 GS 的加有碎块文件，都要以谁为准呢？以访问的 PHP 目录为主。就比如说，我这里边在模板里边，我需要包含样式文件。比如说 link rel 等于style 样式 sheet 样式表，然后文本的 css hif 位置等于，比如说我指定的 css 下边的，比如说style.css, 还有像我在这儿指定的 javascript 文件 src 等于 gs 目录下的，比如说是javascript.js 文件/script, 你看找 CSI 位置和 GS 位置都指的当前目录下，但是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说本身模板目录下当前目录，因为这个模板文件会被 demo 所包含，所以必须得在他们下边的建个 GS 目录，跟它同一个级目录的，和新建一个CSS 目录，这里边有
看一下，叫做 style.css 才可以访问到。这里边有一个javascript.js 才可以访问到。比如说我随便在这里边，现在当时写的是正确的目录，比如说我随便在这里边写是弹出一个 new DAT， 弹出一个时间，你看才可以访问到。我们来刷新一下，你看弹出时间可以了。当然样式文件是空的，我这里边只说了这个位置，你不要搞错。模板是被 PHP， 当然一定要知道原理，模板是被 PHP 包含的。我这里边排列一些图标，不然有点乱了，按名称。demo 文件、模板文件、CSI 文件，咱们都有了。然后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这儿，访问的第二个，所有加载就是显示模板 display 显示模板时，都要以 smarty 对象中指定的模板目录为基目录，指定的模板目录为基目录。什么意思？其实咱们前面这块已经看到了 demo 里边显示，那为什么这块直接能找 test 的，并不是找当前 test 的？因为咱们在初始化里边，你看已经指好了这个目录，模板目录，对吧？那如果我们写模板的时候，在那目录下经常会这么写，比如说 default 就是缺省的网站模板，然后会写 home 一第一套加目录的风格，Home 2加目的风格，然后 Admin 后台的模板风格。那假如这个我在 Default 下边，那我这块如果我在直接 Display 的时候找 Test， 它会找到只指定到 TPL 这个目录下，而找不到 Default 目录下。所以呢，基目录就是咱们在初始化文件中指定的这个目录，所以还要接着这个目录往下找。所以这块该怎么写呢？这块写什么 ？default default 下边的 test 的 TPL， 这样才可以。比如说，我再刷新一下，时间才找得到了，是找这个下边的。那假如说在这个同级目录下，我这块再写一个，咱模板中可以包含模板 header 头点 TPL， 然后这块再有一个页角尾点 TPL footr 点 TPL。你看头里边，假如说我写上一行一，一行 A 吧 ，B 二换行头信息，然后尾信息写上一行 B， B 二，然后我在这块在 test 的点 TPL 里边，我通常要包含，这已经不存在了啊，要包含当前目录下头和尾。那这块一般的咱们写的是定介符用这个，然后写上 include。CRUD include 包含文件，哪个文件呢？你看模板在同一个目录下包含 HEADR HEADR.TPL， 然后尾部包含include， 当然定介符我们得写上这个 include file 文件等于 FOTR.TPL。 这样的语法还没学，但你将知道他们也是找模板的，咱们现在是考虑路径的问题。那这个模板包含模板当前路径下看上去没问题，但是你看我一刷新，程序出错了，上边出个错，下边出个错，证明包含这个路径没有找到。所以就是咱们这个问题，只要是模板找路径，只要是模板找路径，不管是在 PHP 程序里边 display， 还是在你看还是include 模板中的 include， 模板中的 include， 只要是找模板文件，都要相对于模板中的指定的对象中指定的基目录。所以在模板中指定的基目录，它只指定到，咱们再把这个路径你看一下，只指定到上一层的 TPL， 并没指定到 default。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模板里边，我们在导入的时候，你这块就不能这么写了，要也写上 defer default 下边的这个，下边也要写上 default 下边。虽然在同一个目录下，但是也不行。记住了，虽然在同一个目录下也是不行的，必须只按模板指定的目录去写。这回咱们就可以了。A 显示出来了 ，B 显示出来了，这是咱们第二个使用 Smart 模板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现在咱们看到模板可以分到各个目录下了，然后我在这个 PHP 程里边只要指定什么子目录下边什么模板就可以了，然后我只要切换 default， 那我就可能去换模板了。那 PHP 程序我现在是在当前这个目录下写的，我 PHP 程序就不能写在多个目录下吗？假如说我这块写后台的，假如说我叫 admin， 那我在 admin 下边呢有一个，假如说叫做admin 点 PHP 程序，你看我这里边我也随便写几个，监控上 PHP， 首先 reqlie 包含，那它就得上一级目录下的init 点 inc 点 php， 然后直接使用 tpl， 比如说我向这个模板文件分配一个变量 title， title， 然后这里边假如说 title 是一行井号，我就随便一个数据了，然后 tpl assign 分配一个内容 content 内容，假如说一行圈 a， 然后第一次 play TPL display， 这里边显示 defert default 下边的，或者这块写上 admin 下边的，里边有个也叫 admin 点 TPL 吧，你后缀名叫 RTM 也可以。所以找这个模板，那我需要在这块写一个什么模板？在这个 TPL 下边 admin 下边有一个叫做admin 点 tpl 这个模板，那这模板里边需要显示两个变量，需要显示一个 title 是那个井号，需要显示两个变量是 content 内容。好，就让它有多行，其他就不用写了，正常跟正常写页面程序是一样的。我这回再访问一下，你看可不可以得手？其他文件我关一下。太多了 ，admin 这个留着，这两个留着，这个也去掉，这个也去掉 ，smart 的文件我也先暂时关掉，这个留着，这个、demo 咱用不上了，所以现在咱们位置咱们已经确定了，我现在访问的并不是当前目录下的，而是 admin 下边的。那现在我在这访问路径的时候，也不能是直接 demo 了，也是得是 admin 下边的点 php 下边的 admin 点 php， 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你看一下，就会出错。他告诉我没有如此的文件或路径，这么多错误，其实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什么原因呢？看一下，就是因为我在 PHP 程序里边我包含的什么上一级目录下点 inc 点 PHP， 而把这个文件包含过来了，也就是把这个文件包含到这里边来了，把这 int 点 inc 包含进来了，而在这里边我们指定的目录是当前路径下，看好了，是当前路径下。既然这里边指定当前路径下，而我这个 admin 点 PHP 是在 admin 目录下，所以就说明 admin 目录下的目录下得有这几个目录。那你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在这里边建这几个目录吧，那你在这里边建一个程序，你还需要建几个目录？你还需要把 smart 再建一份吗？每目录下都这么写的吗？如果你不知道原理的话，肯定会认为往这下边会写一遍，那 smart 就写两套了，如果有十个目录就写十套了，没有那必要。那怎么能让这个文件可以使用模板目录和编译目录，
然后本地的本目录下这个程序也可以使用这个目录，其他目录下程序也可以使用这个目录，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第三个，如果想让各个目录下的 PRP 程序都可以加载 Smarty 和使用 Smarty 指定的模板和编译目录，编译目录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什么绝对路径。绝对路径，绝对路径就可以了。这是 Smart 需要注意的。什么绝对路径？你看，我只要把这几个路径换成绝对路径，换成是绝对路径，那我程序在哪儿访问都可以了，在任何地方可以访问。那假如我在这块输出一下，你看杠杠 file 杠杠，其实有很多变量就可以找到这几个目录的，或者是输出这个 scrip scrip t， 那错了啊，刀夫下划线 server， 你看脚本 scrip t 脚本文件，你看也可以把这个输出啊，当我这包含的时候写错的啊，下边出错了这块啊。你看咱们这个，我现在就是要一个正常访问，我现在就输出当前那个，我直接访问 int 吧， init 点 PRP， 错了错了，init 点 inc 点 PRP，脚本文件名，你看直接就能访问到这个脚本有什么文件，所以咱们切割用路径名也能把这路径写出来。但这里边呢，当然你都写框架的时候我再给你写一次这个东西，我这里边就不这么用了，我直接也不切割了，我直接粘过来。你看我做一个跟路径 define define，假设 root 定一个根路径，然后路径是谁啊？就是这个路径。那我包含的时候，这块就可以直接加谁了？ root， 你看 root 点这个，然后这块都加上路径，因为我加斜杠，所以前面就不用加斜杠了。这块变成 root 点 root 点，你看都使用这个绝对路径了。这样的话，不管你在哪目录访问，它都能找到绝对路径下的模板文件和编译目录文件，这样咱们程序就大功告成了。你看，先访问这里边的 admin 下边的 admin 点 php 可以访问到，不访 admin 目录下，我直接访问这下边的 demo 点 php 也可以，或者访问这下边的 demo 2点 php 也可以获取这个对象，看一下。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话我们有了绝对路径的安装，我们就可以把 PRP 程序写在任意目录底下，因为在这里边用到了是绝对路径。好，咱们再回顾一下这节课内容，介绍为什么要使用 Smarty， 也介绍了 Smarty 优点，然后也介绍谁在使用 Smarty， 美工人员怎么用 Smarty， PRP 程序员都用哪些 Smarty 的东西，然后 Smarty 的安装，然后以及写的初始化都需要初始化哪些属性，还有最主要的是 Smart 注意事项。那这节课呢，如果你每个细节都弄明白了，那你在用 Smart 的时候呢就非常灵活了。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内容。那下一节课呢，咱们会继续讲解 Smart。 好，谢谢大家。